捞他兄弟，不能让他跑。想爆我头？哎，你这枪距离太远了，兄弟，你这九八 K 没练明白。张良前期老强了，竟然敢入侵我们野区，开玩笑对吧？我们这边好像也死也嗝屁的一个嗝屁的谁啊？这么捞的，兄弟跑！嗝屁的个打野的，不亏对吗？对不对？他们死个打野，我们死个打野，完全不亏，是吧？老虎的节奏已经崩了，韩信嘛还可以去继续发育的。韩信发育比老虎要快的，老虎的话打的是就是四级前的那一波节奏，他节奏崩了，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是优势。我没闪现，有闪现我就大他了。这老虎老想着这个老虎。兄弟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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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！我妈呀！上去开团！伤害不足，这就是单排与双三排的差距。跟我打一个，你打一个，好吧？预知道即将降临的风暴，无人知是什么。我感觉我这一道他又跟不上。哎，打呀，打呀，打呀！没事，死了个最丑的，是吧？问题不大。哎呀，老弟，你这船翻船了，是吧？死了个最丑的，问题不大。就是他把我的那个。